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呢，记得订阅阿星今天拍什么这个频道。OK， 那我们回归正题，今天这个单元比较特别，是一个全新的单元。这个单元名称叫做“你猜对我买单”，就是等一下进去我会进去 Fusion Store， 随机拿一件单品给你猜。如果你猜对这个价钱，我就付钱帮你买单。那如果猜错的话，当然就不买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那我们直接进去看一下 Fusion Store 有什么好货吧。Let's go。我觉得不太妙，它里面好多好货、哦、，GD 到 Gold The Ten。X Vessel 进去看一下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随机挑一个单品给观众猜，那如果猜对的话，直接付钱好不好？现金都准备好了，五万块，就是要直接买给本那个挑战者。好、啊，那里面东西都真的蛮多的，我们进去楼，我们去楼下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。呜，满满的鞋墙，太好了，这东西一定很多可以使用。然后这边他们的店长是过来捆你，好，今天就要麻烦你好不好？就是我请他猜嘛，那你会公布价钱。那正负200，你要公正公平，不要偏袒挑战者。顺便再公开一下，顺便赚一下自己店里的业绩，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赶快来等一下，看谁又要来挑战，好不好？上去吧。你要玩一个挑战嘛？你就拍，对，好啦，现在来一群帅哥们。没有想要买什么吗？鞋子、衣服、裤子、鞋子。你要鞋子，直接来大的就对了。那我鞋款我挑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鞋款我挑。黑魂好不好？上礼拜发了黑魂 ，OK 吗？你说这家店卖的价钱？这家卖的价钱，然后你有正负200的扣打。哎，这是满天星吗？不是，不是黑天使，就黑天使而已。13500，我们请店长公布答案。我们是卖12800。也要挑战吗？再来。来，你要吗？好。Essential 的短裤 ，Feel of God 支线 Essential 的短裤，你猜多少钱？2300。2300，还要再给你机会哦。公布答案，4500。那你要猜，我们来一下 Supreme 包包好不好？这一季的，我要请店长公布答案。Supreme 本季的迷彩腰包，请猜价。5500。都错了，好了，没事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，他们都差一点点，其实还蛮厉害的。我们要参加。排队买单的挑战啊！阿星付钱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帅哥在挑东西。我们随便选一个东西，不管是 CDG 好了 ，CDG Supreme 帽 T， 你猜一下价钱大概多少钱？2万5。你猜两万五？2万5。好，我们请店长来公布答案。这 Supreme CDG 的帽 T 几多钱？只卖。哇、哦，幸好我差点就喷了20000多，谢谢。有一个情侣打进来，香港人会讲中文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有一个活动，一个挑战，就是呢，我会选一个单品，叫你猜对价钱去买，这样子。当啦，来，我随便挑一个给你猜好不好？小话好了。真的很不像我。Complex Con 村上隆限定，那你猜这件帽 T 他们卖多少钱？台币。8000。确定只有答案了？对，要买吗？1万，改1万，只有答案10000块哦。我们请店长公布答案。8980。谢谢。8980。他是有在玩潮流，你要自己挑还是我挑？刚好经过，你挑，好，挑，我挑是好，我挑。有没有皮卡丘？完了，还有大只的，大只哦。哇，真是，你摸一下材质，看一下，感受一下它价钱大概多少？哇，那你们去过夜店，就像这样子，两米广。对，闪电皮卡丘。猜价，我们店长要准备了。猜个5万5好了，五
55,000，最后答案吗？好，正负200哦，我们正负200。正负200。对对对。五万，确定？应该不会死。我们请店长多加钱。皮卡丘要150,000，15,000，差多了。对，它是亲友限定的。哦，这亲友限定的。对，那时候藤原浩他们店发是亲友限定的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啊，感谢你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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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他们店里卖的价钱，他们是卖什么？哇，卖炒菜啊！好不好？可以啊，走了，走了。好啊，你有损失吧？对啊，你看一下，试试看啊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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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跳楼，不然这个好不好？一样是包。Supreme 19年的小腰包，46代小腰包。最后答案吗？这个3600，是不是？它应该是不止1980。哇，差多了，差多了，差多了，1980。好，谢谢同学，谢谢同学。我今天这以为他猜对，你知道吗？他想得非常透彻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OK OK OK， 谢谢谢谢。我们现在在录一个单元，叫做你猜对我买单。哦，你想要 GT Force 对不对？对，就 GT Force， 你只要猜对 GT Force 的价钱，他们卖的价钱，我就帮你付掉了。认真？真的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猜一下，17600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要再增或减吗？我们正负200哦，17600，增或减标就你要17600，就17600。我们请店长公布一下，我们店是卖17800。真的被猜对了，17800减200是17400吧？17600。好了好了，真的是恭喜这位帅哥，获得好，我们买单好不好？直接把它付掉了。你们可以，你们收现金吧。可以。收好。真的有人猜对，我以为没有人猜对。哎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你是真的有在懂鞋子吗？有稍微有关注一下。略关注，略关注。GTF1 包鬼，哈哈，真的啊，店长没有在好小，他真的卖17800。18，是开市哦。你不点一下啊？好，好，谢谢。那帮这位帅哥打包一下好了。好的。OK， 那最后恭喜这位帅哥获得 GD Force 免费的一双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阿星今天拍什么？下次见啊，拜拜。